好呀，然后今天呢是要去参加我们学习韩国的传统舞蹈的一个结课的仪式，然后之前的话就是上了3个月的课程，然后我去学习这个韩国的传统舞蹈，算是专家了，所以现在来到了那个韩国的国立的剧场，然后现在准备去参加下午。韩国的国立剧场，我之前来看过《Cats》那个猫的那个话剧音乐剧啊。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在，你看这是在南山下面，在那边有一个 coffee shop，然后要去那里进行我们的仪式。就是在这里的 coffee shop 进行我们的这个结业的仪式啦。韩国舞蹈，我的名字英文名和韩文名，可以拍照，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哇，拍了超级可爱的韩服的照片。还有韩国的传统的这个年糕糕点吃，终于结束了，还有我的朋友庆古已经在哪里？안녕，뭐지？我的韩国朋友，然后呢，现在走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发现那边有这个韩剧里面经常出现的开车去看电影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南山자동차극장，南山那个车辆剧场。刚刚下午进行的这个外国人韩国传统艺术培训的结业仪式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也拿到了结业证书，我提着呢，东西好多呀，这，然后呢，现在准备去看这个韩国的搞笑音乐会，然后我的歌手朋友叫我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啊。那现在在弘大附近了。给你们看一下，那边有个红红的那个店，写的 Solo Pocha， 就是单身餐馆，然后这个单身酒家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标题用韩文写的，就是说一个人来，然后成为两个人，也就是说，单身的你进来这里吃饭了之后，回去的时候就变成了情侣。我的妈呀，这个广告词很不错呀！看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被搭讪的话，可以去这样的餐厅哦。超级有趣，在这，就是这一家，他还写了这个女性，客人的话，就所有的这个酒，烧酒都是1900块，就很便宜的，1900块人民币，大概，10块钱，11块钱。就比较便宜，实际上可能要20-30块。它那边都是宏大的酒家。星期六周末晚上人很多的，想要去夜店的话也是很适合来这些地方。到了到了，就这里了。啊，할아버지 탁골공원 준비. 걱정 말고 있어. 맞아, 저희는 북두산 유튜버 BJ 행복탐험 이유도 다닙니다. 박수 한번 주세요. 好了，各位亲们，今天现在到家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收获。证书，3个月的韩国舞蹈的证书。哎呀，还有我的扇子在我。忘记了，然后在朋友的那个兜里，然后还有一些礼物在这儿。那这个礼物呢是 sticker， 就是那些韩国艺术画的便利贴。然后
跟这个是什么呢？打开来看一下。哇，这是什么呀？好啊，这个也是一个小本子，然后有韩国的传统的名画的小本子，看到了没？好可爱。然后今天去那个看那个演出，搞笑的演出，给了一个爆米花，然后我以为不能吃，所以在看这个看演出的时候没有吃。然后他们有赞助，然后就给了一堆的红参，还有就是红参糖。这个是好像是比较适合就是养喉咙的，正适合我现在我嗓子是哑的。然后我他们问我们现场的人，谁是从就是最远的地方来的人是谁呀？然后有人说釜山，然后我就举手，我说我从中国来的，所以我拿了这个礼物。打开看看是啥。我确实中国来的呀，对吧？他们还让我，然后我说的英文，我说 China， 他说你从中国哪里呀？我说 Southwest of China， 然后他们要我说，为了证明你是中国人，你说一下，他说你用中文说一下你对这个文在寅总统的政治的看法。不是，他们就是搞笑。然后后来我就假装听不懂，我就说啊，我喜欢韩国，然后说一句这个应该也是红参哦，上面有标明，还是300块钱的礼物呢，300块哦。打开看一看，哇，这个包的太好了，我都舍不得打开了，怎么办？是吗？我要好好的打开，让我可以后面再一次把它可以包住的。舍得撕开，包得太好。他们包得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撕开了，咋个办？撕了又得重新包了，还是撕开看一看吧。看到这里吗？高丽参膏口服液。让我打开一点，看一下。嘿，我想要好好的打开，我不想要破坏这个啊！结果已经破坏了。好吧。啊，还是撕了。Oh my god！ 天哪，太棒了！口服液，这个好贵的，真的。太开心了，我又可以为了我的健康。好了，各位朋友，开心的一天结束啦。又期待我未来的生活将会在韩国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展开什么样的人生呢？请期待哟。
lift your down the middle. Oh. Straighten your arms. Okay. 네. Everyone straighten your arms. Straight. 네. 그리고 여기는 그렇죠. 이렇게. 그렇지. Palms face upward. 그렇지. 여기 완전 올려줘야. 네. 그렇지. 오, 예쁘네. 그렇지. 오! 근데 여기가 약간 이렇게 올려야 예뻐. Lift your. 그렇죠. 오, 예쁘다, 지금. 자, 이거를 그대로 내가 만약에 if I go to the right, 내가 여기 갔어요. 그래서 어 here 만약에 여기 pass here 그럼 여기 지나가야 돼요. Pass this motion. 그 다음에 또 저희 갔을 때 이걸 지나가야 돼요. 자, remember the four points. 1, 2, 3, 4. 아직 있죠? 자, 천천히 slow 시작. 하나.